阿弥陀佛，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彩虹雷禅寺。跟大家讲一声，就是下个星期六早上十点呢，在彩虹雷禅寺有举办这个长寿佛会供。这个是中委会，中委会呢，他带领全世界的道场啊一起做会供的，那就是星期六早上十点呢，是来轮到彩虹雷藏寺带领，那欢迎啊大家一起来参加。对不起，我讲错了，更正，是6月11号，星期六早上十点。有长寿佛的会供在彩虹雷藏寺护摩殿，欢迎大家亲临参加。好，谢谢。那详情呢，大家可以看中委会的广告哈。谢谢。怎么放在那里啊？主席单怎么放在那边？跟哈达一起。真佛宗美国彩虹雷藏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护摩法会，法会开始，与会大众请起立，恭迎真佛宗创办人、无上法王、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请大家虔诚合掌，唱诵莲花童子心咒。
问候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顶礼堂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是平等于起受。恭请师尊移步到转视频，接受尊先生众弟子们的问安。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
圣母莲香上师上座，请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上座。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同们善信大德就座，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主持者报名表格。敬献哈达，与会大众虔诚合掌，请世莲士上师代表与会大众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智如来，南无佛眼佛目，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唵咕噜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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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做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行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唵修利修利玛哈修利修修利梭哈，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唵瓦遮那当诃诃吽，南无萨曼多摩多拉，唵嘟噜嘟噜德维梭哈。念招请咒：
Om A Hom So Ha Om A Hom So Ha Om A Hom So Ha 众弟子一心奉请那么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那么大拜莲花童子那么华光自在佛那么真佛宗历代传承祖师一心奉请护摩祖尊那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心奉请护摩祖尊那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心奉请护摩祖尊那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那么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那么五方五佛真佛宗八大本尊大威德金刚不动明王四大天王释迦菩萨彩虹雷藏寺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金刚明王殿金刚护法神众真佛密院坛城诸佛菩萨西雅图雷藏寺坛城诸佛菩萨南山雅舍坛城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山神土地神苗家神风神水神火天神龙神十方空行护法神众城隍敬祖放光加持此次护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Om 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是平等于其受大曼达供养首节供养受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护摩祖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总共金刚护法龙天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rva Tathagata Hitamu Guru Nana Mianchana Khan Liliye Dayami做四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
Om Boranj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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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oranjani。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转诸名加持，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临除结界加持报名表格护摩木及贡品。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棒开炉结界点起护摩火，供品下炉，演化息灾祈福争议敬爱超度手印，与会大众唱诵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护摩主尊心咒。
摩多兰瓦萨拉达摩遮南摩三曼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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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多兰瓦萨拉达摩遮南三曼多摩多兰瓦萨拉达摩遮南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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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曼多摩多兰瓦萨拉达摩遮南
三曼多摩多兰摩萨拉耽摩揭耽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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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曼多摩多兰瓦扎拉丹摩瑟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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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曼多摩多兰瓦扎拉丹摩瑟南Namo San Mando Motolan Mazala Dan Mose 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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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Mando Motolan Mazala Dan Mose San Mando Motolan Mazala Dan Mose 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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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Mando Motolan Mazala Dan Mose San Mando Motolan Mazala Dan Mose 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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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Mando
三曼多摩多兰瓦扎拉丹摩瑟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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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曼多摩多兰瓦扎拉丹摩瑟南三曼多摩多兰瓦扎拉丹摩瑟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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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曼多摩多兰瓦扎拉丹摩瑟南三曼多摩多兰瓦扎拉丹摩瑟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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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曼多摩多兰瓦扎拉丹摩瑟南
曼多摩多兰瓦萨拉达摩瑟南无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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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多摩多兰瓦萨拉达摩瑟南三曼多摩多兰瓦萨拉达摩瑟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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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 Se Om Mali Bemi Hom Om Banamo Ling To Ling So 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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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 Samo Ye So Ha Om Jali Zuli Zun Ti So Ha Om Jambana Chanang Chana Ye So Ha Om Ah Hom Beza Guru Bema Siddhi Hom Se Om Ah Hom Guru Be Ah Sasamaha Lien Sheng Siddhi Hom Deyata Om Bekhaziya Bekhaziya Maha Bekhaziya Naja Samo Kadehe Soha Namo 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齐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德妙善甚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成宿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命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一心祈愿，护摩主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的慈悲愿力，护佑圣尊消除人间诸障碍，财福争议永不竭，拥有世间大敬爱，时时刻刻常自在，佛言足开乐开怀，请佛欢喜住世间，转大法轮度众生。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坐众回向。Namo Samanto Modaramo Adaratamo Sit. Namo Samanto Modaramo Adaratamo Sit. 一心敬礼，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心敬礼，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心敬礼，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祈请观世音菩萨加持一会众等，加持幽冥众，祈请菩萨以千眼观照，以千手扶持，接引幽冥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千眼观照，千手扶持，加倍众等身心清净，修行得力，健康长寿，护持正法。祈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觉悟有情，努力众等皆能够成就大法。南无萨满多摩多兰瓦拉达摩舍，南无萨满多摩多兰瓦拉达摩舍，南无萨满多摩多兰瓦拉达摩舍。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极其见数，天罗神。在罗生，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皆能够满愿。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勒令。瘟疫退散，病毒退散，恶言退散，恶运退散，翻转一切吉祥如意。问。恭念三遍百字明咒：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哲卓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苏波卡尤梅巴瓦阿诺拉多梅巴瓦沙瓦诃悉地梅波那雅查沙瓦伽玛苏扎梅吉达摩悉尼仁库罗诃。哈哈哈哈哈班卡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擦贝扎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哲卓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苏波卡尤梅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沙瓦和西迪美波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美吉达姆西尼仁库鲁吽哈哈哈哈和班嘎文沙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扎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哲卓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苏波卡尤梅巴瓦阿努拉多梅巴瓦沙瓦诃悉地梅波那雅查沙瓦伽玛苏扎梅吉达摩悉尼仁库鲁吽哈哈哈哈和班卡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扎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做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阿洪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引二拜诸菩萨。嗡阿洪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洪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引是平等于起手念圆满咒：嗡布林嗡布林嗡布林嗡玛尼贝咪吽。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祖堂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护摩法会。请大家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两名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敬礼图登达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南无萨曼多摩达兰瓦德拉达摩舍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Om Stento Mantra师母，丹尊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愛してる。シャラエ。オーラアミコ。ケケロモチョ。スコイン。一番。気持ちいい。ジュミ。ヤピ。プリンプリン。こんにちは。现在通知大家哈，下个礼拜天是六月五号，这一年已经过了一半，六月五号下午3点 PM， 哇，这一尊普陀金刚。今年是什么年呢？虎年。虎年虎陀金刚。哇，这个虎陀金刚不得了。他是药师金母的化身，他也是我3年来做护摩啊，做这个千艘法船的超度最主要的一个本尊。这3年来最主要的一个本尊就是虎陀金刚，他帮我做千艘法船的超度。
所以非常非常威猛，手上又拿着令旗，手上拿着令旗。他显化也最多，显化也非常的显化啊，非常的光明，非常的威猛。因为这个虎头金刚就是虎啊，老虎是百兽之王啊，百兽之王，就无坚啊，不毁。也就是说，再怎么样子的啊，坚硬的东西，它都可以毁掉。所以有虎陀金刚在，所有的离魔魍魉根本就不存在，所有的杠头全部都可以解除。有这个令旗在，没有一件事情不会成功的。有这个虎陀金刚，是非常好的这个一个金刚身，药师金母的化身。那么我们做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护摩，这个是可以讲是十一面观音，它有十一个面孔。其实它总设五部，总设五部啊，总设五部。这个是哪五部？谁会回答哪五部？火部、莲花部、金刚部、结魔部、宝、金刚部、宝部、结魔部，就是这五部。总设五部，它有千手千眼，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这个它总设五部，因为它有十一面，十一个面。在他的头上有十一个，十一个，最上面是阿弥陀佛，以下一共有十一面。那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我在做这个每天晚上做千艘法船的超度的时候，他出现的很多，有一次是特别。很特别的现象啊！我好像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说我在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因为是晚上两点到三点之间在修法的时候，那突然之间很困，然后就眼睛闭起来，就完全静止，完全静止，修法就中断。等到我眼睛张开啊，我看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他一千只手抓着一千只的法船，每一只手抓一只法船。啊、等在那边等着我醒过来。然后呢，
我就很谢谢他啊，谢谢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那请你把这个千烧法船送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把千手千一千只手的手上的一千烧法船一起送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那我在这个千烧法船的超度里面看到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最多的一尊，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让我看见最多的一尊，除了那一次以外我经常看到他，因为我眼睛啊稍微往这边瞄一下，看到很多只手，然后慢慢他移到中间来，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他经常看到他，经常常常看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所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非常灵感的。那么你们组起这一尊包含了五部，当然呢像这个习斋啦、增益啦、降伏啦、敬爱啦，都可以得到圆满，都可以得到圆满。他这个千手千眼，有时候他的手便不是空的，而是带着法器的，是握着法器的。每一个他都可以让所有的这个信众能够圆满，就是所以观世音菩萨当中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的大悲咒非常有名，大悲咒非常，我记得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恒树法师啊，台湾的大部分都知道恒树法师，恒树法师，他就是慧真，慧真尼。费玉清跟这个张辉吧，他的那个姐姐吧，是姐姐啊，他去到这个我以前的在台湾的住家去问我事情，他说他跟佛很有缘，那我问他，那你跟佛很有缘，你跟你如何修法，他就讲他念大悲咒，就是恒树法师，他念大悲咒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我记得他那一天来啊，是全国大饭店的董事长夫人，全国大饭店的董事长夫人跟费珍妮啊两个人一起到我的这个地方去请教问题，到我家里去请教问题。那时候我没有出家，那就是跟他们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全国大饭店他也请我去看他的全国大饭店的那个风水，那是很早的事情。不过他们讲他念的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另外还有一个念大悲咒的就是菩提树叶刊的夫人，叫朱斐的夫人，
我去拜访朱匪的时候啊，这个朱匪的夫人在旁边念大悲咒，也是念的，也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另外，悟明法师，这中佛会的中国佛教会的会长，悟明法师，他也是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为本尊，他念的也是大悲咒。所以这个大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是具有最大的圣名。另外还有一位以大悲水足非常著名的那一位，中邦道夫人，谁讲的？啊，对，大师讲的，没错。周邦道夫人，她念的大悲咒咒水最有名，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指示他，你要去找江中一线水，江中一线水，你找到江中一线水，你用那个水来念大悲咒，你施的这个大悲咒水给众生喝的大悲咒水都非常灵验。就是周邦道的夫人，所以周邦道的夫人啊，这个所谓江中一线水是怎么样子？是江中一线水。我在以前早期的书上有写过，他实在找不到江中一线水。什么是江中一线水？实在找不到，因为菩萨给他指示，你要去哪江中一线水，你就可以，你这拿那个水来念大悲咒水，布施给众生，所有的药到病除，这个水到病除啊！啊，他找不到江中一线水，到最后怎么找到的？就是有一次他们坐船，刚好是两只船交叉而过，这个船跟船的中间呢、啊，会有那个波浪做出来，变成中间有一条线。有一个波浪，中间有一个波浪出来，船跟船的中间有一个波浪出来。突然间，周邦道想起江中见水，他的夫人也想起了江中见水。这个就是我们在江上看到的两只船经过的时候激起的水花，激起来那个水就是江中一线水，一线水。他就取了那个水。结果他的大悲咒水是第一有名的，他念大悲咒，结果他把大悲咒布施出去，很多人都是水到病除。这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灵感的地方，而大悲咒是很好的咒语，它总摄了这个五部，甚至于习真怀素。啊，今天主起的都有福分啊！谈到的水，这里有个几个问题，一个问一个答。
什么水不能喝？答案是香水。啊，香水不能喝。一个问题，你知道水煮的面最难吃吗？水煮的面，你知道水煮的面最难吃吗？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回答。蜘蛛人煮的面最难吃，因为蜘蛛人就是英文就是 Spiderman， 失败的面，Spiderman 就是失败的面，当然是最难吃的。今天去理华，理华师讲，你的白头发太多了，染一染吧。我说好啊。染黑以后，感觉整个人年轻不少，兴高采烈的回到家。一进门，老婆就给我一个耳光，啪！老婆讲，说好跟我白头偕老。你染华是什么意思？这个阿嬷失眠，到医院去看诊。医生说，你回去以后，从一数到一千，你就会睡着了。隔一天，阿嬷黑着眼眶来见医生，医生问怎么了？阿嬷讲，昨天我数到580，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只好又喝了一杯咖啡提神。他忘掉自己的目的。就像我们上回讲的笑话一样，一个病人跟护士讲，护士啊，医生有没有叫你拿安眠药来？那个护士讲说没有，再不拿来我就睡着了。那同样人有时候忘了根本，都会忘了本来你要这样子做的，你都把它忘了。好，我们进入这个你问我答。印尼的莲花政府问的，印尼莲花政府。顶礼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弟子想问，农历每个月的初一跟十五日即祖先的 忌日，在祖先神位祭祖时，向祖先求保佑、求财、求事业顺利等等，是否等于拜鬼及增加祖先对世间的执照？他的第一个问题，他有三个问题。
这个祭拜完了，子孙就一起吃供养过的食物。有时候子孙会供肉食，我们知道这会增加祖孙的罪业，不是吗？地藏经业，尔所杀害乃至拜祭，无丝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结罪缘，转增身中，在生未曾少有善根，各记本业，自受恶气，何忍见属，更为增业。三，如果师佛曾指示祖先已往生净土，但是家人还继续拜祖先，是否祖先会下降接受供养，还是其他的鬼魂来受供？这个感谢师尊，这个莲花政府问的。农历每个月的初一跟十五即祖先的忌日，在祖先神位祭祖的时候，向祖先求保佑、求财、求事业顺利等等，是否等于拜鬼，即增加祖先对世间的执着？这个问题，我问一下看看，他问的是不是等于拜鬼，即增加祖先对世间的执着？他的回答是这样子的，他说有些会，有些不会，有些会，有些不会，这个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等于是没有答案。很多的祖先的灵，它是变成后代子孙的守护灵，据我所知道的，有些祖先过世了以后，他对于他的子女跟他的孙子非常的执着，所以经常守护在子女的身边跟孙子的身边。有些不是的，有些他好像他有修行，他往生到佛国去了，他知道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他知道，所以他不会来。你虽然祭祖恭敬他，那是你的一片的心，一片的心，一片的心，他没有来受想，没有来受想，他在佛国净土，何必回来，在你吃人间的那些底咖，猪脚面线。低卡米刷不用嘛，对不对？因为天上，在天上界它有甘露，在佛国净土它有更好的东西，那不必回到人间来吃那些粗食，我们粗很粗的食物不用。所以分成两类，如果是常常跟随着儿孙的守护灵，他会来受供；有些不来受供，因为他已经到了天上，
或者到了更高的佛国净土，啊，或者他已经成就了，那就不会来受供。只是你祭拜他的心，他有领受到了，有领受到了。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那么等于是拜鬼及增加祖先对世间的执掌，那其实你的祖先你就把它看成鬼吗？不过我们常常认为说人死就变成鬼，好像人的意念就是这个样子，好像我们死了就变成鬼，鬼是很吓人的，啊，有这种观念存在，其实不一定。恶鬼才会吓人，厉鬼才会吓人，鬼也有善鬼，跟人间一样的，有好人有坏人，在娑婆世界有好的有坏的，有好心地很好的人，也有心地很不好的人，鬼也是一样。那等于是两面嘛，一个是这一面，一个是那一面，人跟鬼之间没有什么差别的，在我来看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也不要说等于是拜鬼，你就供养嘛，是你的祖先你就供养，那是对了。啊，增加祖先对世间的执着，执着你执着的鬼早就执着的啦。啊，不会因为吃了你的东西就更执着，不会的。啊，不执着的就不执着，执着的就执着。像我们这个讲《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大比丘，那根本就不执着的。大比丘是不执着的，他是离世的，也就是这个脱离世间的心非常的强，不愿意跟娑婆世界的众生混在一起。他主要是求超出娑婆的，大比丘是这样子的，这他不执着的。所以增加对世间的增加祖先对世间的执着，那也不见得啊。那么你跟祖先求保佑，当然了，你是他的子孙，他一定会保佑你，祖先一定会保佑你。求财，你有财运，他也一样会帮助你。求事业顺利，也一样会帮你。但是你知道吗？你如果移民到United States American， 你的后代子孙哦，会记住，那才叫做见鬼，那才叫做见鬼啊！他们忘掉子孙是谁的啦。你移民到美国来，谁还记住啊？只有我们这一代啊，第一代还在供个祖先牌位，还在拜啊。下一代呢，他家里有没有那个坛城，有没有祖先牌位啊？都根本就没有啊。你到他家去，他如果是说佛信佛很虔诚，还供个坛城，祖先牌位他们早就忘了。他曾祖父叫什么？祖父，好啦，我们讲说那个这个阿公，他当然记得了，阿公阿嬷记得了。至于祖父，他们也稍微有一点印象。曾祖父没有了，哪有什么？差不多只有两代，记住两代而已了。像师尊的那个祖先牌位里面写的有曾祖父啊、鲁德杰啊、祖父卢昌、父亲卢尔顺，那就是三代，
那鲁德节以上呢？忘了。我父亲也没有告诉我，我父亲连告诉我他的曾祖父是谁都没有告诉我，是我自己去查出来的，都没有告诉我。我只知道我祖父是卢昌，再来呢，我父亲是卢尔顺。那鲁德杰呢？鲁德杰是我自己到最后去族谱里面查出来的，是我的表兄啊，从这个彭福那里寄一本祖先的儒家族谱给我们，我从那里去查出来的，才知道自己的卢昌的父亲就叫鲁德杰。我们是第四代，那么到了美国来，移到美国来，这个我那个佛亲的家跟佛起的家都没有祖先牌位了，都没有了。他们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卢胜彦，那个至于那个他也没有祭祖，初一十五祖先的忌日，他们像那个我父亲的那个啊忌日，他们也都忘掉了，都没了，都没啊，通通没有了。佛亲的家还供来一个阿弥陀佛，还供来一个阿弥陀佛的像，他还在有时候念念佛，佛亲还有念念佛，那佛籍呢 ？I don't care。那你看孙子呢，他会 care 吗？会 care 这种事情吗？不可能啊，就算了吧，免想啦。这个那个卢红卢金将来会祭祖吗？见鬼，还看到鬼啊！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啊，真的，在西方啊，没有人在祭祖了。像那个明天是西方人的清明节，他们去坟场啊，去一下，插个花，啊，插个花就结束了，没有的。他第三个问题，如果师父曾指示祖先已往生净土，但是家人还继续拜祖先，是否祖先会下降接受供养，还是其他鬼魂来受供养？你用你的心就好啊，你用了心，祖先会知道，祖先会知道，他会保佑你。他虽然在净土，你在思念他，他也会知道。你在拜祭他，你在思念他，他都知道。所以也不管其他有没有什么鬼魂来受供，也不用理睬啊。这就是给他的回答。哎，移民到西方来，你说还有祭祖吗？看到鬼没有啦，没有这一套了啦，没有这一套了。我们这一辈的还有，对，下一辈的佛亲佛祖就已经没有了，他没有祖先牌位了，没有，不会再有了。到了卢红卢军，那更不会有了。将来他们娶的是谁，或者是嫁的是谁，嫁鸡随鸡呀，嫁狗随狗，就早就忘了，忘了祖宗八代，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有了。哎，讲见鬼，这个倒是鬼的笑话。房屋中介，大哥你好，你昨天签给我的那间房子，我建议你七月再拿出来卖，也比较有机会成交。屋主讲，为什么呢？房屋中介讲，因为你开的这个价钱呢，鬼才会买。七月拿出来卖，鬼才会买，太贵了啦！每个人都想买房子的，想买便宜的；卖房子想买最贵的，同样的心理。阿东来到一个名表店。店里最便宜的也要70多万。店员看着穿的，他穿的破破烂烂，就知道他买不起，于是对阿东不太理睬。没想到阿东大手一挥，喊：“小姐，把所有的表全部给我包起来！”哦，小姐非常惊讶，而且高兴地问：“先生，你是刷卡还是开支票？”只见阿东拿出菜刀，抢劫了！好，我们讲《金刚经》啊。哦，我真的是见鬼了。讲维摩诘经啊，不是讲金刚经。以前讲金刚经讲习惯了，还没有看到就讲说要讲金刚经，其实金刚经已经讲完了，真的是见鬼。今天是讲《维摩诘经》，我讲了大比丘啊，大比丘跟大家讲了，大比丘差不多这样子。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大比丘这些阿罗汉啊，他比较无情，没有感情，为什么？他们只求出离，把自己能够出离这个娑婆五浊恶世，不想留在娑婆世界，出离，我修清净守戒，然后破除烦恼，人间所有的一切的烦恼全部破除，一切的魔障扫掉，我就是要出离娑婆世界，成就阿罗汉。这是出离心很非常的重，也就是出世间，我出世间不愿意留在这娑婆世界，出了世间不留，这里不留，那是大比丘。释迦牟尼佛时代成就阿罗汉的非常多，他们没有说去。其实后来的佛陀的弟子很多，也是很多阿罗汉也是在度众生，也是有的，并不是说完全啊。不过要修阿罗汉，出离心就是出世的心比较重，不理人。所以你想他子子孙孙啊什么啊，他们自己的业自己去处理，他们人间的事情，每一个人去处理人间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烦恼都没有，我就出离自己啊，跑到深山树林里面去隐居，寻求出离，就是这样子。那这是大比丘的比较多，出世的成分比较多。再来是菩萨，这大比丘众有八千人计，有八千个。这里菩萨有三万两千，跟众所知事。这个菩萨两个字，我一定要讲的。以前很少，菩萨，他们讲说菩萨有什么好讲的？菩萨就是菩萨，菩萨的。菩萨跟大比丘就不太一样了。菩萨它是两个字，就是梵文，它本身是梵文，称为菩萨，我们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菩萨，其实是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四个字，菩提萨埵就是菩萨，简称菩萨。菩提萨埵的意思就是三个字，叫解有情。解有情呢，就是说你自己这个人修行自己觉悟了，想要众生多觉悟，他的自在众生，他的自愿，我想要去让所有有情的众生都得到觉悟，这个就是菩萨。菩萨两个字，菩提萨埵的意思，它就是解有情，让众生能够觉悟到跟自己的觉悟是一样的，然后呢，让众生都能够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去帮助众生也能够得到正觉，真正的觉悟。这个才是菩萨。那么菩萨，我们晓得大比丘是出离心很重的，他修阿罗汉，想要度众生的，要去度化有情众生的，那个就是菩萨。啊，他不但自己觉悟，还要众生觉悟，就是自觉觉他，自觉觉他，这个就是菩萨。这两个字一定要解释的，否则大家不知道。但是菩萨是入世的比较多。进入这个娑婆世界，在这娑婆世界，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才叫做菩萨。如果是说，卢世尊开悟了，我不说法，不上法座，也不说法，也不救其他的人，我做我自己的，那个就是大比丘。今天坐在这里说法是莲花童子，那么莲花童子，童子两个字的就是大士，维摩诘也是大士，所以他也是解有情的。所以我们讲说维摩诘大士，他也是来娑婆世界度化所有众生的一个大菩萨，在娑婆世界是大菩萨，那么在佛国净土，他又是一个金地如来，就是一个佛。他来娑婆世界是来度众生的，是来觉悟有情的众生的。那这一部经呢，就等于是维摩诘所讲的经典一样。所以这边来的菩萨一共有三万两千。
众所知事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可以这样子讲，所有的善知识都集中在这里了，都善，所有的善知识都来到这里了。那以后还会再提到有什么人在这里，在这个佛在毗亚离城外的安罗树园听释迦牟尼佛来演这个法会，还会提到很多的很多人。那其中这个菩萨也来了三万两千菩萨。谁知道这个菩萨度众生有四个方法，谁知道？爱语、力行、布施、同事，这是四摄法，四摄法啊，四摄法。你看观世音菩萨，大家不是讲观世音菩萨他是一个大菩萨，读过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几首？哇，很多人读过。好啦，我问你，观世音菩萨里面经普门品里面有一句话，有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神要度化他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显现哪一个身去度化他，有没有？有。谁会念这一段？有没有人背起来？有背起来的，表示你对观世音菩萨啊，表示你自己本人对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部经，这是我妈妈念的经典哦，她每天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她变化什么身什么身什么身去度同样的那个人，同样的那是那一段能够背的，现在马上能够背的，以帝王身，观世音菩萨就现帝王身去度他；有宰官身，观世音菩萨就现宰官身去度他，有没有？啊，你们这一段背能够念得完整的，哪一个人举手？哎，有人，好，拿麦克风给他。哎，师傅好，大家好。哎，我试试看吧，我不一定能全部都背下来。我记得应该是说，当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当以，哎，有一点紧张，大概记得是说，当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当以菩，好像是后面应该是以菩萨身得度者，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当以宰官身，顺序不太记得，就是应该是佛菩萨，然后是声闻身得度者，即声闻身得而为说法。然后当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当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当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哎，顺序好像有点乱。然后中间后面一段应该是说，当以妇女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讲得很好，可以的，谢谢。安总。你上来把这个领走吧。你本来是会背的，但是你太紧张。
人好，人念珠。谢谢谢谢。这一段经文有一个要义在里面，就是同事。观世音菩萨要度某一个东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讲人好了，度某一个人，他是显现的跟这个人一样的，然后去度化他，这就是同事。同事色啊，四色法当中的同样一个布施色，大家都差不多清楚的，就是布施众生去度化众生。因为好像我们以前呢、啊，在台湾的时候啊，那时候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啊，台湾人很穷，那么这个基督教传到台湾来的时候啊，他是用面粉来布施大家那个去上教堂，到一阵子以后，你信主了，他就给你叫做一包面粉，你拿着那一包面粉就可以回家，就家里就多了面粉。那时候大家家里穷，上教堂有面粉可以拿，我们叫做面粉教。那是布施度。对啊，你今天讲说你们来这个彩虹山庄听法，每个人发给100块美金，这个就是布施度。我告诉你哦，人山人海哦，这个叫布施度。以前要信基督教，在台湾呢、啊，信基督教，你去到那里，信久了，你皈依了，就是受洗了，他给你订立户口，每一户发给多少面粉，那个就是布施度。你今天山庄发一个命令，不用100了，50块就好。就吸引很多人来，哇，大家都来，大人小孩连狗都牵来。还来一个就50块。都来听你的话，对不对？这是布施度嘛。大家都很清楚。利行度就是你有利益给众生。众生信仰你，那是力行度。刚刚师兄所念的那一段，就是同事度。观世音菩萨真的度化众生，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他方法都用。大家知道的，以前那个嘎拉巴底。就是洪财神，嘎拉巴迪，洪财神，他不是一个善神，他俨然是一个恶神。每一个人碰到他都被他吃掉，他被吃人的神呢、啊？嘎拉巴迪是吃人的，是很恶的神，吃了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收服他，因为他法力很强。嘎拉巴迪，他是西瓦的儿子。观世音菩萨为了度化他，没办法用同事度。什么是同事度？观世音菩萨变成一个母的嘎拉巴迪，母的象鼻财神。这公的嘎拉巴迪这个。是西瓦的儿子，一看到哪里来的母的嘎拉巴蒂啊，而且那么漂亮，这但是像又白又润，对不对？那么漂亮，哇，口水都流出来，它变成本来是象啊，就变成猪哥啊，
但那鼻子啊，剪一剪，就追啊，追那个母的，母的嘎拉巴底，母的嘎拉巴底是谁变的？是观世音菩萨变的。追追追追，他始终让他追不到，他追得很烦，因为观世音菩萨神通很高的，追不到，追不到要放弃了，用神足通追他也追不到，他也会神足，两个人追来追去，追来追去，始终就是距离那么一点，到最后迦拉巴底要放弃了，要放弃的时候，哎，这母的迦拉巴底反而转头过来了，接近他了，他又开始追，哎，他又跟他保持一段距离。这母的嘎拉巴底讲话了，以后不准再吃人，我就跟你好。那个嘎拉巴底讲，好好好，我听你的，我不再吃人了，我吃你就好了。就这样啊，啊，我以后不再吃人了。他还有一条规定，母的嘎拉巴底跟公的嘎拉巴底讲，以后你护持佛法，你从今以后你护持佛法，他迷他迷得要命啊，他当然说，你讲什么？还有吗？赶快讲一讲，我全部答应。我全部答应你。他说够了，以后不可以作恶，不可以吃人，那么我就嫁给你，而且你要护持佛法。公的嘎拉巴底就想，哇，好，所以他们就结为夫妻。这个嘎拉巴底就成为善神，这是观世音菩萨度众生的方法。后来嘎拉巴底弘财神在日本就成为大圣欢喜天，大圣欢喜天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度众生啊，用四摄法，他同视我变化跟你完全一模一样。像以前阎魔法王，以前的阎魔法王啊，他也是大恶之神啊，阎罗王啊是大恶之神啊，他杀很多众生的，那个死骗伤遍野都是阎魔法王做的。文殊师利菩萨一看不行，这个阎魔法王这样子做，这个他实在是杀太多的众生了，他要去降服这个阎魔法王。文殊师利菩萨他就进入阎魔法王的身，进到阎魔法王的变化称出来，成为一个大威德金刚。大威德金刚他变成降阎魔尊，降阎魔尊所谓让阎魔法王降服的一位尊者，就是降阎魔尊啊。然后他进入文殊师利菩萨进入阎魔法王的身，变化成为大威德金刚，就是以大威德金刚的身父去降服所有的阎魔法王，降服阎魔法王，阎魔法王就归顺大威德金刚，以后他就变好了。其实阎魔法王跟这个大威德金刚都是牛身啊，牛的那个牛头牛身，阎魔法王啊的身是一样的，跟大威德金刚的形象
差不了多少，那个就是同事社。同事社就是以同事的身份来度化同事，让他这个护持佛法，这方法是一样的，这个叫同事社。那么利行社是利益众生的行为，去摄召众生来皈依。布施社就是用金钱、用物质啊，去给予众生，请他来信佛，这是布施社。爱语社就是对人家很有礼貌，讲话很客气，不像我们的这边的法师，人家进到这个要进到西雅图雷藏寺，我们6点关门吧，是吧？西雅图雷藏寺几点关门？6点呐、啊。然后5:50去，他就这样子，对不起，我们10分钟就关门了。我很远来的嘞，那我们进去参观一下。我是很远来的，啊，我是从那个塔克马来的，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庙，第一次来，那我进去吧。是，还有你们6点关门，还有10分钟啊，10分钟 ，no，go。告诉你，人家参观到7点，你也要开到7点。这是爱与色，爱与色，欢迎你来。啊，我跟你介绍，我还推荐你，我们礼拜六晚上 ，every Saturday night， 啊 ，Aoka have the ceremony and the, 啊 ，Master Lu talk the Buddhism。你要好好讲嘛，对不对？你爱与色就是要这样子，欢迎你啊，请你来啊，欢迎你。我们这里还有这个经书免费赠送啊，你要什么东西，我们佛具品有在卖啊。你要什么佛具，给你介绍你喜欢哪一尊佛菩萨，将你每个礼拜六都可以来。啊 ，Sunday afternoon 3 o'clock have the fire offering in the 啊、这个 North Bend 啊雷藏 Temple 彩虹雷藏 Temple have fire offering 一样的 ，have the Master Lu talk the Buddhism， 也好，这 welcome 就很简单的，很讲话。就是请他们来，这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啊。啊，嗯，到了门空，碰来鼻子啊，回去不再来了。那叫爱与色，爱与色是对每一个人都很客气。我们法师要对任何一个人都很客气。你看以前呢，人家打电话进来，我是从这个澳大利亚来的，澳大利亚来的，我们坐巴士来到了那个啊，距离雷藏寺最近的那一个站，就是那个湖边的路啊，萨米米西的那个位啊，到了湖边的路。啊，你们可以不可以有一部车子来载？因为我们行李很多，我们一个家庭从澳大利亚来，行李很多。啊，我们要走路到你们那里，一个斜坡上去才到了庙嘛，对不对？那走路上去要提着那么多的行李，你们有没有车子可以载我们？没有，我们是法师，我们是很尊贵的。我们法师是不在之在那个居士的，你们是在家人，
我们不会去载你的。哇，那大包小包提着这样很辛苦到了庙，那晚上要住哪里？你应该好好的跟人家安排住的地方啊。星期六同修，外面很冷，门关起来，他们在门外面一直看里面，看里面没有人打，跟他打开门。师尊坐在上面，看到有人在那边，几个一家庭的人在门口探来探去，我赶快下来给他们开门，让他们上来。而且在法座上讲，我把这个人家行李拿来的时候啊，那一家人，我催你那一家人，行李拿到庙里面来的那一家人，说真的很对不起他们。法师要度众生，就是开你的车去度他们到西雅图雷藏寺，就是度众生啊，那个才是对的。那叫爱与舍，那个才是度众生。然后安排他们住的地方、吃的地方，有住有吃。结果那一家人本来是马上要回去的，所以到最后留了一个月，帮我们厨房煮了一个月的菜。他本身也是厨师。因为卢师尊在法座上讲了他们，他们觉得说卢师尊是有爱心的，所以他们愿意留在西雅图雷藏寺，否则他们转头就回去了。要懂得这个，要招呼每一个人，这个就是爱与舍。所以布施菩萨是以布施度众生，以利行度众生，以爱以度众生，以同事度众生，这个才是菩萨啊。菩萨是入世的，他自己觉悟以后也要在这个把所有的众生全部度化到正觉的圣位，很重要的。好，就是大家要记住四个方法：菩萨度众生，利用这个布施、利行、爱意同事去度化众生。这个笑话 很长，那我念一下好了。住在台北的老先生在农历春节前打电话给他在洛杉矶的儿子，老先生讲：儿子啊，虽然美国人不过中国年，但我也真的不想在这个时候破坏你的心情，也不想麻烦你。老先生说：你妈跟我今天就要去办离婚了。儿子大吼：爸，你说什么啊？老先生讲：45年来我受够了，我们现在连看一眼都受不了对方，我不说了，你打个电话去纽约给你姐姐，等会儿我跟你妈就要去办离婚了。儿子立刻很急忙地打电话给他姐姐，他姐姐在电话那头已经火药库都快要炸了，大声的这个怒吼：这两个人是疯了，离什么鬼婚？你交给我搞定这两个老糊涂。女儿立即从纽约打电话回台北家里，并且在电话里面对着老爸大小声：你不准给我离婚，你给我听好，
明天后天我就和弟弟回来，我回来之前你什么都不准做。女儿讲完就挂了电话。台北这边呢，老先生挂了电话，对着厨房叫：“老太婆啊，都搞定了。”你宝贝女儿跟儿子明后天就会回来过年，而且第一次没有叫我出机票费。我妈的便秘后，非常感谢法王圣尊严生活和精彩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恭请师尊带领我们做观想大礼拜。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受。恭请师尊移步到展示屏，接着尊先生众弟子们的感恩之心。阿弥陀佛，师尊，谢谢师尊，师尊，谢谢师尊，谢谢师尊，阿弥陀佛，师尊，谢谢师尊，谢谢师尊，向阿弥陀佛师尊，好，谢谢大喜，谢谢大喜，光明，赚了大钱，好，谢谢师尊。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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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弥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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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与会大众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法灌顶，含有皈依灌顶。
三曼多摩多兰瓦扎拉丹摩塞南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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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曼多还没有接受观顶的同学请你们赶快过来接受观顶观顶即将要结束南摩三曼多摩多兰瓦扎拉丹摩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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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三曼多摩多兰瓦扎拉丹摩塞南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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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曼多摩多兰瓦扎拉丹摩塞感恩世尊慈悲赐受灌顶我们一起鼎力感恩世尊谢谢世尊。